糕呢，在日本也是卖得非常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它叫光素白，原因就是因为呢，它要配合就是你刷完的时候，口中如果还留有泡沫的话，你只要打开前面这个灯，你知道在有泡泡的时候这样子，把它含在嘴巴里，照30秒，照30秒，早晚牙齿就会非常的净白。哎，好像有白哎，有没有？因为他刚刚门牙比较黄，有哎，因为刚刚光是照这边，它两侧有一侧比较白，门牙是比较白。真的有，这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牙膏，我知道，有一个很厉害的名号，它叫牙膏界的爱马仕。我刷过这个牙膏之后，我无法再回去刷其他的牙膏。真的假的？国外是贝克汉他们都在专用的。真的？台湾的明星只用这个，刷完你真的会觉得唇齿留香的感觉。好香哦！靠刷牙。好凉哦，可是很舒服，是舒服的凉，它不是辣的凉，可是它不会刺，能养它不是，对，然后它会让你的口腔充满海洋的味道。